你想听英雄的故事，那你来错地方了。不像那些没骨气的懦夫，我会告诉你事情的真相，所有的荣耀以及所有的黑暗，即使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也充满着黑暗，它侵蚀我生命的各个角落，什么也不留下。古瓦丹，对上被遗忘的战士。长久以来，你在我们氏族都不肯安分，现在我们总算可以摆脱你这个没用的家伙。那就来吧。蠢货，你真的惹毛我了。我没办法打赢他，我顶多只能忍受。你吃我们的食物，住我们的房子，却一点回报都没有。我没有东西能给，是你的噩梦。清楚，我无处可去。我就是你的噩梦。没有人欢迎你。我来引导你，古尔丹，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帮你了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一直相信你有与众不同的命。消失吧！听我的号令！够了，我一直想帮他找个容身之处，
我失败了，到元素王座那里去吧，或许你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天命。你被放逐了，在荒野中好好体会没有族人的滋味吧。我对痛苦并不陌生，从我年轻的时候就承担族人残忍而不公平的对待，几个月的流亡让我濒临死亡边缘，那个时候我才认清自己需要氏族的庇护。老萨满的话在我脑海中不断回响，我用尽最后的力量抵达元素王座。古尔丹，对上元素王座。大自然的灵魂啊，我诚心献上我自己。谦卑，伤痕累累，借我你们的力量，让我得以生存。我就是你的恶人，痛苦吧，求求你们。属于沼泽吗？不能这么做。王子变天。
拒绝我。吾尔丹，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，并且惩罚那些冤枉你的人。作为回报，你要服从于我。我愿意付出一切。我说到做到，而且作为回报，他也给了我当初承诺的东西。你竟敢回到这里，你永远别想回到你的氏族。我的氏族？我没有什么氏族。你可不是我的老板。释放我！完工了。自己的天命，我再也不会向世界卑躬屈膝。我要做的是打造一个臣服于我的世界。我的黑暗主人有许多计划，奉他之命，我腐化了元素王座，并且在这一片土地散播瘟疫。兽人越沮丧，就越容易操控。我隐藏了自己真正的力量，来找备受尊崇的隐月氏族萨满。古尔丹，对上乃族奥。陌生人，你为何来到这里？酋长，
你的力量赫赫有名，我想亲眼见识。很好。你是哪个氏族的？哎呀，我的氏族已经被巨魔消灭了。为了影月的荣耀，我为你的遭遇感到遗憾。其他氏族没有收留你吗？不，事情并不容易。元素啊，回应我！你可以当个厉害的萨满，为什么没人发现你的潜力？伟大的酋长，或许他们不像你这么有智慧。这还不是最糟的，你们有很出色的萨满。没错，太朗戈尔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。真有意思。自然之灵，听我号令。我警告你，我已爆了。痛苦是吗？我失去了挚爱罗坎，我每天都在想念他。啊，没错，丧妻之痛的确是个沉重的负担。在你门下学习。影月氏族通常不会轻易接纳外人，不过我们都失去了很多，如今面临元素的动荡和疾病的扩散，我们兽人还可能会失去更多。好吧，古尔丹现在是困难时期，你可以留下来。主人为了达成目的，扭曲了奈祖奥的痛苦，驱使他统领兽人攻击和平的德莱尼。我们成为了部落，由黑手大酋长率领的无敌军队，我们一个接一个摧毁了敌人的据点。等到奈祖奥开始怀疑时，我从主人基尔加丹获得的力量早已超过他，他已经无力阻止我。
古尔丹对上部落的酋长。部落酋长们，这是象征团结的圣杯，这份祝福将献给对我们使命忠诚的人。谁要第一个上来？我来。喝吧，地狱吼，拥抱你的天命，你们都会成为征服者。下一个换我来品尝这荣耀。我们是正统的部落。一起，我不能从你手中夺走那份荣耀。强大的杜洛坦，过来加入其他酋长的行列吧。欢迎向我去。拒绝！你居然公然反抗我！要是你的战士反对呢？双狼氏族会支持我。知道什么？够让我拒绝你的礼物了，双狼，你的行为可是会有后果的。你的提议很吸引人，我想再多听一点。看好了，要对付德莱尼，我们绝对不能出错。杀了，杀了他！把杯子给我。每个酋长个性截然不同，
要团结所有人并不容易。术士，我听到关于你那些阴谋的传言。会喝。会品尝这份荣耀。
会欺骗所有酋长，我来喝喝看吧。带领我们赢得荣耀，或是死亡，拥抱黑暗吧。做出了选择，所有想要接受祝福的人也是。今晚我们要创造历史，今晚我们要粉碎敌人，铲平他们的最后一座堡垒，为了部落，为了部落。没有几个人知道自己喝了什么，那是恶魔领主马诺洛斯的血，这个诅咒给予他们力量，得以征服德莱尼，称霸这个世界。我把兽人转化成基尔加丹的武器，然后他遗弃了我们。我等待着原本该有的征兆。